呢個就係圖片搜尋次數最多藝人嘅獎。究竟你哋四個當中邊個得到呢個獎項呢？一定係聰哥啦。唔係嚇，點解唔係？一定係聰哥啦。係嗱，我覺得係我喎，我哋三個都有機會喎。係啊，即係因為耐唔耐好多人上網 search 都係 picture 噶嘛。咁我哋呢啲係直情係 picture 自保啦。好，你覺得係 picture， 所以係你係咪？係，我覺得。導演，如果係你嘅，你覺得點解？好簡單啫，應該就係啲人唔抵得。點解有個人可以拍戲成日對住林明晶起下佢底先，咁就會講。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都係原因。search 我嘅原因應該係想 search 下我個女咯，我覺得係咪啊？哦，咁啊好啦，我哋要開估啦！我哋有搜尋人氣大獎2022圖片搜尋次數最多女藝人林明晶。哇！要唔有我嘅名啊？係啊，一個獎係你嘅，係啊，最多人搜尋你嘅相片，係啊。哦，好特別嘅獎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然後以後大家可以繼續搜尋林明晶。好啦，繼續搜尋林明晶咁就最好啦。我咪喺度再次恭喜曬四位，咁啊繼續拍多啲好戲，咁啊阿聰好似你跟住落嚟又要下即刻去宣傳啦，我睇新地上咗，我又要去借票啦，摘露微塵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Thank you， 摘露微塵，天天繼續努力。Thank you， 聖誕快樂 ，thank you 曬四位 ，thank you 曬。